反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已经表示，他答应了福斯新闻在9月4号跟民主党准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进行总统辩论。川普呢是在自己拥有的社群平台上宣布要跟贺锦丽辩论的消息，并且指出这场辩论将会在宾州举行，现场也会来有观众。而主持人呢则会由福斯的新闻主持人拜尔还有麦卡勒姆担任。 另外，川普还表示了将不再参加先前同意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主持的辩论。而对于川普的说法，目前贺锦丽团队还没有回应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